和好朋友博乐达的合作视频，合作的这个产品我自己用它已经用了2年多了，你们应该一直看我用它去搭配水杨酸的那个涂抹面膜一起使用的。而最近我也正是靠它拯救了我这一张被春天换季深深折磨的脸。最近的上海毛毛它又开始飞了，已经飞了有一段时间了，只要一阵风吹过，从树上就会掉下来，像小降落伞一样的啊，梧桐树的果毛，还有肉眼可见的飘散在空气当中的又绒又密的那种毛絮，只要我一出门没过多长时间，我就会开始咳嗽打喷嚏，嗓子也痒，鼻子也痒啊，最重要的是我的脸痒，每次出门回到家我都觉得我脸上我就像变成了一颗猕猴桃，你懂吗？这种绒绒的毛毛的感觉。最严重的一段时间我整个眼睛两只眼睛都是，就是上眼皮和下眼睑的地方都是红的，而且它是肿的，还伴随着掉那种白色的须须头。我也记录下了一点片段，因为当时我的心情只能用凹糟两个字来形容。我眼睛这一圈又红了，上面也是，就是因为这掉下来的小毛毛，好烦哦。然后脸颊这两块地方其实就是皮肤最脆弱最薄的地方，鼻子上倒是一点事情都没有，也发出了那种一粒粒的，也不是痘痘，也没有特别鼓起，但是就是挺明显的红色的小块块，那个红色还会从一点一点一点到最后就发成了一片。在这个时期肯定是不敢乱涂任何东西的，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还记得吗，超超老师跟我说过的，博乐达的这一个三七精华它就是针对各种换季时候花粉啊柳絮啊毛絮啊这一类东西对皮肤带来的影响的，我就赶紧把它拿出来用了。这瓶我拿出来的时候是新的，我用到现在已经1个多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我是大概去重庆前的一周皮肤的问题是最明显的，我就开始用它，用到去重庆的时候，到时候你们看 vlog 就可以看到我的脸它是状态非常非常好的。哎，就是这个时候博乐达来找我合作了，要推的就是这个品，因为他们觉得它针对最近
性这个换季给大家带来的困扰，它是会带来很大帮助的，天助我也。好，先来简单的讲一下它其实也很简单的成分吧。除了我很喜欢的保湿护理霜里面有的甘油啊、红膜药醇啊，就记得吗？那时候超超老师给大家上课的就是这一些修护舒缓又保湿的成分之外，这一瓶里面它叫三七精华嘛，所以它最核心的成分是三七总皂苷。我又是做过功课的，三七总皂苷你们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它呢就有点像我们皮肤可以喝进去的生汤，它会先稳定镇静一些神经上的你能感受到的让你很烦躁的发红发热的状况，然后呢它就会像一个很可爱的很忙碌的小搬运工，向你各个受损的屏障去输送养分，所以就是在缓解外部不适感的同时，它还在改善你的基底循环，去强韧你的皮肤屏障，让皮肤在一个好的自愈环境下面从内部让它再重获健康。一瓶三七精华它里面的成分精简到只有十个，零酒精、零香精、零色素、零传统油脂、零硅油、零遮盖剂、零化学防腐剂，适用人群重敏肌啊、换季过敏，还有刚刚做完脸部项目皮肤需要快速修护的朋友，包括我平时做真青啊，真青之后也是非常非常适合的，无色无味，安心指数五颗星。说一下它的使用方式，挤一下三分之一滴管的量，均匀的涂抹整张脸是足足够够的，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三七总皂苷，所以在涂抹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细微的小泡沫那个是正常的现象，我已经替你们和替我自己问过了。它用到了提纯工艺，所以达到了一个注射级别，可以很快的被你的皮肤吸收进去，因为它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遮盖剂，干净透明，实实在在的靠成分本身让我前段时间刺挠干燥看起来毛孔粗大很脏兮兮的一张脸重新找回了这种皮肤水润细腻，最主要是干净又镇定的状态，再加上伯乐达的王牌专利超分子控缓释技术，这样的状态和这一份涂完之后的舒适感它是会停留在你脸上，不会稍纵即逝。我刚才护肤的时候用它的两个方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我向专家组确认过了，它是确实可行而且还挺有效果的。一个就是用棉签蘸取然后轻轻的涂在你的眼周，因为我那段时间眼皮真的肿得有点太夸张了，非常的难受还非常的痒，其实我这样涂了四五天它就慢慢的消下去了，现在就是完全看不到一点点它曾经存在过的痕迹。然后他们的专家组还告诉我，其实他们内部他们自己人就是会拿这个三七精华去做一个眼部精华使用的，因为它里面是有成分是可以改善你的黑眼圈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不可以使用在眼周。还有一个就是用化妆棉去浸润它，然后局部的贴在你脸上最不舒服状况最严重的地方，对于这一块地方它退红退热会有比较好的帮助。当然这两个方法是在你最近啊状况不是很好比较着急的时候，平时就正常涂抹足矣。好啦，就是它了，这一瓶用法还挺多的，包装朴实无华，300多块钱的三七精华，但是它对于换季期的皮肤它真的是做到了精准的对症下药，用的舒适用的又安心，根据自己的皮肤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状态去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护肤的方式，适当的做一些护肤上的断舍离，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也正是一直这么做的。在特殊的时期如果做到精准精简护肤，减少对皮肤的负担，就等于对皮肤的保护。还是那句老话，不管是身体也好皮肤也好，先打好健康坚固的底子，再去想着锦上添花。要是说最近有朋友和我一样正在经历换季期对皮肤带来的困扰，如果你相信我的话试一下它，我觉得它会像帮助我一样帮助到你们，它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了，以上就是本篇的视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篇再见，拜拜。